感动九九，我的蓄势待，99秒影片征选金奖，得奖的是争一口气。空屋的元凶，根据官方的说法，政府的说法，很多都是来自大陆跟车辆。很多环保人士跟一些医师的研究，空污来自于石化工业是最大的元凶。如果环境顾不好的话，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禁烧生煤石油焦，禁烧生煤石油焦，支持禁烧，从上条例。那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，我只能拍摄、录影，然后做纪录片。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了一点点事情，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，他心里就能够踏实。我不吸烟，也不下厨，可是我的肺部有0.5公分的结界，我有一半的肺已经坏掉了。呼吁大家站出来，来反空污。做环保，没有地方可以逃啊！我们如果不站出来的话，就忍受这种灰蒙的空气到死。